中华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丰富多彩的内容，以及渗透的中华文化的精湛理论。中华民族把武术作为技击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掌握和提高防身自卫的技能；把武术作为健身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强健体魄，益寿延年；还把武术作为修身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体悟武术的文化内涵，陶冶情操，完善人格。在武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逐步形成了100多个言流有序、潜理明晰、风格独特、自成体系的拳种。中国武术协会审定并监制出版的这套《中华武藏》，以收藏这些历史遗存的拳种技艺为目的，力求记录下这些拳种传承到当今的发展状况，展现出各拳种流派传人中较有代表性的技法、技能和风格特点。以影视形式制成的这部《中华武藏》，以动态性、直观性、真实性，显示出它有别于文字性收藏的特点。这对探索传统武术、研究武术传统、传承武术技艺、分享习练武术的功能，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泛的社会价值。武术啊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，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用于健身和自卫的个法宝。武术啊，有着源远的历史和雄厚的社会基础，这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内涵，博大精深的精神啊外延。为更好的武术普及、提高发展，根据国际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统一安排，在全国各地拍摄中华武藏，也是更好的收藏武术基因，激活传统武术的魅力。拍这一次的中华武藏啊，作为少林武术啊的发展，应该说少林武术啊是中华武术当中最大的一个流派。目前我们国家虽然说拳种有130多个，但是像少林武术目前这不管是在国内发展也好，在国外发展也好，以及延伸到整个武术的产业方面，应该是在这个武术所有拳种当中都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。这一次中华武藏的拍摄，我们登峰也选出了我们的10大拳师、18金刚、18罗汉。这些拳师也好，金刚也好，罗汉也好，也都是我们少林派公认的，也是技术比较过硬的，应该说也算是我们这一派的当中的吧代表人物啊，代表人物。因为武术啊，以及它独特的优势，目前呢，已经成为这个市场经济发展产业中的一匹黑马，啊，一匹黑马，是独领风骚。包括我们少林武术，啊，目前呢也正在上这方面继续努力。不但要把少林武术这个传统这个武术发扬下去，更主要的就是利用这个传统的武术啊，培育这一个大市场。我想说，通过这中华武藏的拍摄啊，也为整个武术产业今后的发展将会起到更大的一个推动作用。千年古刹少林寺，它坐落于河南登封中岳腹地，古寺北依五乳峰，南面少室山。少室山阴丛林，
史书解释，少室之灵也。有诗写道：少林寺风光，翠柏绘山谷，清溪锁少林。在这优美的环境中，使少林寺能独树一帜，名扬中外的，则是他独有的少林功夫。在少林寺的壁画中，有一幅记载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壁画，它再现了1000年前少林武僧的棍法，同时也记载了历史上的少林武功。少林武术起源于北魏太和19年，在少林寺创建之初，中国古老的武术技艺便落迹寺院，成为寺僧经常演练的业余活动。在跋陀主持少林寺时，许多身怀武艺者入寺为僧，跋陀的弟子慧光、僧稠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正是由于慧光、僧稠等一批习武者聚集少林寺，才奠定了少林武术的基础。寺僧开始习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适应当时的自然环境。少林寺地处嵩山腹地，这里山势险峻，野兽出没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。为了生存，寺僧就必须有强健的体魄。同时，随着禅宗在少林寺的逐渐流传，寺僧长期打坐修行，静坐时间过长，容易疲劳困乏，影响健康。为了活动筋骨，寺僧们仿效山中动物唐月的特征，编创了一些简单的动作，进而发展成为五禽戏、八段锦、易筋经等，也就形成了初级少林武术的雏形。在此基础上，经过历代武僧的充实和改进，更重要的是，民间的武术高手和军中武术将领纷纷归来少林，他们将民间和军里阵前的实战技法融于少林武术，使少林武术更加完善充实，功夫更加提高，内容也更加丰富，逐步形成了包括功法、套路和格斗三种运动形式的少林武术体系。在禅宗文化的影响下，演进成明清间已相对稳定成型的少林拳。少林功夫在中国武术各个流派中历史悠久，门类最多，体系最大。少林功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门派或拳种，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武术体系，内容极为丰富。按类别可分为徒手和器械两大类，器械又可分为长兵器、短兵器、软兵器等。按技法又可分为拳术、棍术、刀术、枪术、剑术、技击、气功等几十种。少林功夫最早出现的都是实战技法，从明代后期开始逐渐向套路化方向演变，并被固定下来，形成众多的套路。根据少林寺内流传下来的拳谱记载，历代传习的少林功夫套路有708套，拳术和器械套路为552套，其中流传有序的拳械精品有数十种，另外有72绝技以及擒拿、格斗、卸骨、点穴、气功等各类独特的功法156套。现存少林功夫套路拳术178套，器械193套，对练59套，其他115套，合计545套。最有代表性的拳术有罗汉18手、小红拳、少林大红拳、罗汉拳、梅花拳、大通臂拳、形意拳、少林朝阳拳、少林炮拳、少林猛虎拳、少林醉拳、
少林黑虎拳、少林五虎拳、少林猴拳、少林六合拳对练、少林二八六合拳等。这些内容按不同的类别和难易程度，有机地组成一个庞大有序的少林功夫体系。少林拳的特点是拳禅一体，形神合一，刚健有力，威武勇猛，朴实无华，攻防严密，变化多端，立足实战。少林拳讲拳打一条线，前后三五步之间，有拳打卧牛之地之说。出拳屈而不屈，直而不直，滚出滚入，打中有防，防中有打。另外讲究五行相克，五行相合，气随手发至自烧，动如猛虎，静之若处女，气沉丹田。拳似有形而打无形，少林拳刚柔相济，软如棉花，硬如钉，轻如鹅毛，重如泰山，并且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，形神兼修，内外合一，拳禅一体。拳是少林功夫血汗结晶。棍是少林功夫中最负盛名的兵器，在少林功夫形成的早期，最先使用的兵器就是棍。到了明代中期，僧兵持棍参加了抗倭、保卫边关等众多战役，少林棍法由此而名扬天下，成为最出名的少林功夫。具有代表性的棍术有少林风火棍、少林阴手棍、少林短棍、少林大叶叉棍、少林烧火棍、少林猿猴棍等。枪是少林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枪谱曰：枪为百兵之王也。枪在古代军事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如三国的赵子龙、唐代的罗成、宋代的杨家将等都均以枪术盛名，少林寺也不例外。如金元时期的慧威和尚也以枪威镇疆场，大破金兵。少林枪术源于宋，盛于明，在击法上吸取了罗家枪、杨家枪等实战枪法的优点，融会贯通而自成体系。具有代表性的枪术套路有少林十三枪、十八名枪、杨家枪、梅花枪、南苑六合枪法等。刀原本是民间武术和军事上最常使用的兵器，随着少林功夫的发展及僧兵参战的需要，刀也成了少林武僧经常使用的兵器之一。在明末的时候，少林寺刀法广泛应用于战场，少林刀多为缠头裹脑、翻转劈扫，再加上刺、撩、砍、拦、抛等，构成了完整的刀法系统。少林刀法出刀时，两臂运气，气随刀出。少林单刀、双刀和大刀有单刀看手、双刀看走、大刀定手之说。代表套路有少林缠头刀、少林昆仑双刀、少林春秋大刀等。剑是少林
少林器械有十八般兵器之说，除了棍刀剑外，还有草镰、方便铲、单拐、九节鞭、三节棍等等。代表套路有少林九节鞭、少林草镰、少林达摩杖、少林乾坤圈、少林虎头双钩、少林方便铲、单刀破枪、三节棍破枪、拐杖破枪等。少林武术除了拳法和器械外，还形成了众多独特的功法，如坐禅、童子功、轻功、硬功、梅花桩等，都是少林寺非常有名的功法。具体种类有坐禅功、硬功、硬气功、铁砂掌、霸王功、小武功、梅花桩功、童子功、阴阳气功、易筋经、点穴、泻骨、擒拿和七十二艺等。吴南方，法名释德方，1962年出生于少林禅武一世家，其曾祖父吴古伦法号季琴，为少林嫡传武功的一代传人，并为少林寺禅武一文化之集大成者。吴山林自幼秉承父志，成为古伦宫第二代传人，为尊先父，要把少林绝学还给少林一命，传于吴天友、吴有德、张庆贺。吴南方自幼得祖父吴有德亲授，自幼习武，深得家传，精于少林拳械套路和禅医养生，又跟随师父张庆贺得传少林禅武一文化精髓、少林绝学新一把以及擂台战术。其隐居山野苦修磨练20余年，继承祖辈们毕生所学，终成吴氏少林禅武一传人。自上世纪90年代初，吴南方先生一直致力于少林禅武和禅医养生文化的传播和教学工作，多次与师兄释德建出访国内外，参加禅武一文化学术交流，引起四方轰动。央视媒体多次采访拍摄他们的修行生活。其现任河南省嵩山少林禅武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，主要负责少林禅武的教学和禅医养生功的挖掘整理，为满足社会需要，培养更多的禅武一人才，创办了少林禅武一专修学院，新任院长。近年来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文武兼备的禅武一人才。
据少林棍谱记载，十八点梅旗棍是由明代少林寺南院和尚超水大师所创编，传至清代，经湛居及门徒纪袍等高僧共同演练增编，流传至今。近代德根、武山林等大师均是练习此棍的高手。少林十八点梅旗棍的技法特点是动作简约，不重花招，其特点是用力顺，发力猛，连步进攻，穷追猛打，以纵抡劈刺直进，转身则以五花护身，左右点打兼劈砸，欲架击时拦腰打，鸣时击趁火候，刚在人力前，柔趁他力后，彼忙我静待，支拍无所谓，气棍体协调，起止力分明。此棍源于永化堂，水工刺技数十棒，招招降魔除恶邪，声声劈打陈飞扬，授予禅门世子孙，演技更新换新样，由握劈砸刺波澜，压格架挑踢翻挡，苦练梅旗一根棍，意为少林添荣光。
两脚并不站立，左手自然下垂于足胯侧，右手持棍，使棍立于地面，随后左掌握拳，屈臂收抱腰间，拳心向上，头正伸直，两眼平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右脚抬起外摆踢棍，随后向右开步成偏马步，同时右手持棍内旋，左手向前握棍，右手后拉，松窝后滑至棍根，使棍横于腹前，棍稍向左，目视左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再右转，左脚尖外摆，右脚微回收，左脚跟抬起回收成左虚步，同时左手后滑至棍根，右手前推向下刺棍，随后右手后抽上提，使棍稍斜向左下，目视左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左脚抬起向前上步成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向前上方刺棍，棍稍斜向前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再右转，右脚抬起向前摆踢，向后退步，左脚抬起成右独立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前刺，随后下落后收右摆，棍稍向下，目视左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左脚向左外摆上步成偏马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向前刺棍，棍稍向前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再左转，左脚尖外摆，右脚抬起，随转体向前上步成马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回收，随转体向前劈棍，使棍横于腹前，目视前下方。
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右脚尖外摆，左脚随转体抬起呈右独立步，同时两手持棍随转体翻把，外拦于左胯侧，棍稍向下，目视左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左脚向左开步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向上挑棍，棍稍斜向上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再右转，右脚抬起前收向后落步，左脚抬起微回收，脚尖点地呈左钉步，同时两手持棍滑把，左手下落换把上摆，随转体竖棍于右体外侧，棍稍向上，目视左前下方。接上式，身体上起左转，左脚抬起向前外摆上步，右脚抬起随转体向前上步呈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上抬，随转体向前下劈棍，棍稍斜向下，目视棍稍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再左转，左脚外摆，右脚抬起随转体向前挑步，左脚尖点地呈左虚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上挑，随转体五花上挑，下落于左肩上方，棍稍向后，目视前下方。接上式，身体上起，左转再右转，左脚抬起向前上步，两脚碾地，右脚抬起随转体向前上步呈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下劈，随转体下落滑弧五花向前劈棍，目视棍稍。
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右脚向后外摆退步，左脚随转体向前上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上摆下落，随转体五花上摆，两手换把向前劈棍，目视左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两脚碾地右转，右脚外摆，左脚抬起向前跳步，右脚蹬地跳起向右开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上摆，随转体向右隔棍，棍稍向上，目视右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左脚外摆上步，右脚抬起随转体向前上步，同时右手松摸前滑，左手换把后滑至棍根，两手持棍上摆，随转体向前劈棍，棍稍斜向下，目视棍稍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右脚外摆，左脚抬起，随转体向前跳步，右脚抬起向前上步，左脚微前移呈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随转体向右上方刺棍，高与头平，棍稍斜向上，目视棍稍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左脚尖外摆，右脚抬起向前上步，呈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随转体下落向前撩棍，高与头平，棍稍向前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右脚外摆，左脚抬起，随转体向前上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上摆下落，随转体向前隔棍，棍稍向下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
左脚内扣，右脚外摆，左脚随转体向前内扣上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上摆下落，随转体滑弧上摆向前劈棍，棍稍斜向下，目视前下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再右转，左脚尖外摆，右脚抬起，随转体向前内扣上步，呈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上摆，两手换把，随转体下落，向前拨棍上摆至体前上方，棍稍向上，目视右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左脚随转体向前垫跳步，右脚随转体向后退步，两腿屈膝下蹲呈左扑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下落上摆，随转体换把向前劈棍，棍稍向左，目视前下方。接上时，身体上起，右转一周，两脚碾地右转，左脚抬起，随转体向前跳步，右脚抬起向后落步，呈马步。同时，两手持棍上摆五花一周，随转体上架于左侧上方，目视左前上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左脚抬起向前上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回收，随后向前刺棍，棍稍向前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再右转，右脚回收于左脚内侧，随后向后退步，左脚抬起向右脚后方插步，呈插步，同时右手前推，左手后滑向前刺棍，随后随转体向右下方刺棍，目视右前下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
左脚抬起向前上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上抬，翻把下压与体前隔棍，棍稍向下，目视前方。